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在普通话界的穿那个古装，就去到现场就会感受到我就大侠，或者是我就是那个历史人物这样。但这是难得一次一个经验，就是穿时装，但是去到现场的拍摄场地，让我们直接带入角色，因为现场的很多搭景都是非常真实，尤其是监狱。那包括我们拍飞机那个。我们大部分啊，其实在敞篷里面拍，就做了一个1:1的一个直升飞机，真的掉下来在空中打。